李淑娟，嗯，你确定咱们这是搬家了吗？怎么了？这房间这格局这摆的东西怎么一模一样啊？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啊？这次化妆桌在我的房间。在你的房间，那好，那不错，那这次搬家搬得好。怎么了？你终于不用来我房间化妆了呀，我可以清静了呀。一箭双雕，我又能休息好，我又能免费住三个月，不好吗？你先跟我上来，来把化妆桌搬你房间去。你这放着多方便啊，你一起床就能化妆，而且你随时随地都能看美美的自己，多好啊。不是，别办了。我房间还要放其他东西呢，放不下去化妆桌。那你这现在这不是放得好好的吗？那我还有东西没搬过来呀。那要不你把其他没搬过来的东西放我房间吧。你搬不搬？不搬。你真不搬？我说不搬就不搬，男人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。哎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，这都已经说好的事情啊。哎，巧了，我就出尔反尔了，也不知道女人都是善变的呀。哼，那我这要是搬了，我面子往哪放啊？不搬。那你自己交房租吧。你起来。你想干嘛？把你化妆品收拾一下，别等会儿我搬的时候东西摔碎了，多可惜啊！赶紧收拾，摆好了，行了吧？好。哎，李淑娟，这晚上没床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要不今天晚上不在家睡了？那你去哪睡啊？我去网吧通宵吧，要不？你要不将就一晚上吧，师傅明天就把床送过来了。那、no, 我可不想睡沙发啊。要不你去我房间打地铺吧。去你房间打地铺？我看你是想骗我去你房间占我便宜吧。你太狡猾了。谁狡猾？谁狡猾了？